今天我爸和你说了什么？他跟我说，你对我不好，让我赶紧离开你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是对我不好，但是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 所以说，我们都没有资格指责对方。以前确实是我不好，但我以后不会再那样对你了，不会再让你难过，也不会再让你失望的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 我们试一试，一辈子，永远不放回来。你送我的花朵，安静，放在了角落，琴声哼着那些你唱的歌，旋律依然在继续。